肖战戏里戏外反差感太强了。狗仔曝光了肖战在《藏海传》剧组拍戏古装扮相的画面，肖战身穿红色官服，手持护板，与其他演员一同站在场景中，他完全沉浸在角色状态中，眉头微皱，显得非常严肃。然而一到休息时间，肖战立刻变得活泼起来，笑容满面地走向工作人员，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。这种强烈的反差感让肖战的魅力倍增，令人无法抗拒。此外，肖战还为 Gucci 拍摄了最新广告，引发了众多讨论。他的广告大片被各大时尚博主纷纷打卡，发布在社交媒体上，展现出了他作为奢侈品代言人的独特魅力。粉丝们纷纷表示，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代言人应有的风采。肖战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都充满魅力，期待他未来带给我们更多惊喜。大家有没有在线下偶遇肖战的广告牌呢？